初次来访大邱的游客最先应该到哪里去呢？应该是大邱观光信息中心吧。中心年中无休息日，有英语、日语、汉语等语种的翻译人员为国内外游客做交通、住宿等方面的信息服务，同时还提供到外地旅游的必要信息。如果您计划外出旅行，请接受我们热情的帮助。